给我跪到前边来！啊，我只是二连方去把三兄赠与我的书案给扛回来，怎么又变成抢唐子书案了？阿母，我的确赠了张书案给袅袅，正是当初长兄送与我那张有麒麟手的，阿母也曾见过。有麒麟手？哎呦，奴婢该死，恃才慌乱，没仔细看。 若是雕有麒麟手，当是公子的无疑。可又为何到了我们那儿呢？莫非是联防故意扛着书案，去向我们女公子炫耀的？没有没有，奴婢是遭人诓骗，奴婢可以与娼仆对质。那娼仆晕过去，至今还没醒过来呢。用水泼，用火烧，剁他两根指头，看他还晕不晕。 你叫嚷什么？家中还准你用刑不成？女君，娼仆带到了。 再不行就不用醒了。夫人，夫人饶命！夫人，娼不是冤枉的，饶命！饶了我吧，夫人。你们两个将今日之事原原本本、一字不落的说清楚，若敢撒谎者，定罚不饶。速！ 小心点啊，姐姐，女公子还等着我们呢。没事，女公子何时说过要大张新书案？如今这张书案是中老爷留给她的，她珍惜的很，会不好受。你们几个怎么笨手笨脚的，把那旧的抬走啊！是啊，阿紫，今日女公子不是随仆夫人去了铺子吗？呀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不过没关系。 待女公子回来了再看也是一样的。四娘子许还等着书案用呢，不如改日奴婢随女公子。什么时候我说话也轮得着你插嘴？昌伯，你打珠玉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珠玉说的也对，既然三娘子不在，那我就先抬回去。什么时候三娘子想看了来咱们院中看也行。不必了。要不姐姐先回去。书案呢，就先放在屋中。 待我家女公子看完，再还回去，如何？所以，不是袅袅要抢泱泱之物，倒是泱泱要抢袅袅之物。你又在那胡说什么？大伯母。 你不用放在心上。
你笑什么？你俩小心人指使，当真是可笑。元芳，你可知你错哪了？是林芳自作主张。我就喜欢你的自作主张。自作主张，也要分自作了什么主张。譬如，我让你去东市买豆酱，哪些事情是可以自作主张的呢？走哪个街道，去哪个铺子，选你觉得最好的豆酱。哪些事情是你不能自作主张的呢？你不能将我买的豆酱分给旁人一半，也不能决定我需不需要豆浆，明白了吗？我不曾罚过你，不知道如何罚人，你只管听阿母的便是。回去收拾收拾，此处有我。是。你过来。是。张博，莲芳可不是一人去办书案的，她可是带着几个女婢一块儿去的。你一人自然是拦不住他们，所以你便叫上了你的小姊妹们跟你一块儿围住他。那你又是如何跟这些小姊妹说的？说，快拦住他们！不要把三公子给四娘子的书案抬走，又或是，这是我们女公子的书案，你们不准拿走。我只是你是可以装晕，可围着莲房通殴莲房那群小姊妹们可没装晕，抓一个回来问问不就清楚了？我倒要看看，这些人倒真是不知底细，被你蒙骗，还是说明知故犯，以一张书案离间骨肉至亲？少咄咄逼人。你发落莲房泱泱的婢女，让她自己发落吧。好，听阿母的。到此为止。婢女之错不涉及女公子，书案只是小事，给谁都成。你们姊妹还需手足和睦，不要生了嫌隙。多谢女君为女公子说话。四娘子有三位同胞兄长撑腰，可怜我女公子示弱，咱们做奴婢的都日日担心女公子受人欺负，所以四娘子有的我们就觉着也要给女公子讨上一份，这才犯下过错。泱泱哪里受欺负了？你是在指摘什么？程家兄弟骨肉至亲，几十年来亲如一体，从不分彼此。你说这话是要挑拨程家骨肉吗？是谁教你的？是葛家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没有此意呀！竟敢议论主家是非！来人！好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原是等着阿母发落父母，谁知等来这么一句，如此这般，还是只能靠自己。阿母当真觉着老奥说的对，若是老奥说的对，我与家兄们可就担上了一个欺负堂子的罪名了。阿母不妨再好好想想，若这老奥说的不对，就立刻发落他，以正视听。你看忤逆！阿母，忤逆可是大罪。阿母，这老偶世才说出如此悖逆之言都不惩治，你为何要对少商说这么重的话？今日若是不豁出去，一辈子都要被压着打，永远畏畏缩缩翻不了身。你可知阿母为何不斥责你？你真当是以为为了你这个自作聪明的蠢娃，那是为了堂子的脸面。你们都说兄长偏心于我，那是因为陈家主母偏心堂子在先。女公子，阿母方才说，婢女之错不该归于女公子身上。
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为何莲芳犯了错，阿母问都不问清楚就把我拘上来训上一训，笃定这就是我的错，可菖蒲错了呢，堂子就一点过错都没有。你说是为何？因为连你都知道阿母喜欢堂子，所以你大可不必为你家女公子忧心啊。只要有我阿母在，这程家上下有谁敢欺负你家女公子？你这是在怨我。阿母若是觉得真话不好听，娘娘也大可以说一些假话糊弄过去。你这个孽障！来人！阿母，阿母息怒，都是儿子的不是，都是儿子思虑不周才酿成了大错。娘娘年幼，又自小没人教，你千万别怪他。阿母要罚就罚我吧。你以为我不敢罚你？正是你做事不公，若同时送出两张书案，会有此事。为何又是阿兄的错？阿兄此事一点错都没有。阿兄为何要送我一人书案？是因为我粗鄙不堪，我现在所用的书案不过是几岁孩童所用。阿兄心疼我，可怜我，才将自己心爱的书案送于我。阿兄又不曾去外面打一张新的书案，漏了堂子。阿兄做错了什么？阿母，如今我识得的字，看过我的书卷，扳着手指头都能数得明白，而且不过是一些孩童启蒙之物。堂子能学的都学了，堂子没学的，阿母正在教。堂子有书案，我不曾有书案啊。那好，我问阿母，若是你现在怀里有一个无法分割的麦饼，你面前站着两人，一人即将饿死，一人却有七八分饱腹，你会给谁？难道你会对那个即将饿死的人说，你再忍一忍，等我有了两个麦饼之后再分你一人一个？阿母这样看似公平的公平，当真是公平吗？还是以公平之名行偏心之事？阿母要罚娘娘，就连我一起罚吧。还有我也愿意受罚。还有我。哎呦，哎呀，师傅啊，我是又腹痛了，上回那药丸还有吗？快，给我取两丸去，快！哎呦，师父今日好大的威风，都把我给吓住了。肚子不疼了？我威风？你看看那个孽障，句句逼着我说，他才威风，活该。师父起手就错了，明明是委屈了娘娘，却一句公道也不给。你自己立不住道理，如何摆母亲的威风？活该被逼到这个地步。你就看看那几个不省心的孽障，让一下怎么了？一句顶老一句，难道我看不出来那个老媪和小婢女的伎俩？回头我暗暗发落便是，非要当众给我揭穿，以后这泱泱的脸面还往哪儿放？哎呦，别再泱泱泱泱的了，我听着就不快。这人心既有偏向本不稀奇，可四父这偏心也太过了，连我这个叔母都看不下去。方才四父连忤逆这么天大的罪名都说出来了，若真把娘娘给逼死了，看四父怎么与徐伯交代。他一句顶过我一句，句句拱火不肯服软，拱得我火气一下子上来，昏了头。不曾想娘娘竟生得如此一副好胆色，你本想仗着长辈的威风压服他，
可他半分没在怕的。四父可想好了，徐伯那边如何交代？夫君那儿，我自然会去交代。此事是我做的不妥，自不可隐瞒。只是今日之事，该怎么收场？你别出去，我去，就跟那群小冤家说你被他们给气晕了，回头让孩儿们来给你赔个不是，你含糊一下，事情就算过去了。怎能处理得如此马虎？家事又不是朝廷政见之争，没有黑白分得那么清楚的。哎呦，我也只是想求个公正而已。我知道，四父是最最公正的，可这世上有些人呀，为了彰显自己的公正无私，有时反而厚待旁人，苛待自己的骨肉。你说，可笑不可笑？子，当真是对不住你，让你受这般委屈了。还有次兄三弟，也对不住。堂子，此事你又不知道，我当真是没有怪你。只是这世上，本身就不是事事公平的。堂子处处无母，我死处处有母。我实则有母，却似无母。都别跪了，快些起来吧。啊，袅袅，以后缺什么告诉三叔母，三叔母想办法给你弄。我想去灯会，这是阿母不让我去。好，三叔母替你做主，让你去。当真？嗯。那堂子也一块儿去。啊，对对对，阿紫也一起去。这样就不怕责罚了。堂子，你看，阿母，咱们去逛逛。哎，好，逛逛。哎，走，三郎，走。
看看。这可是上好的书籍，也就袅袅这样的绒色才衬得起。义父，你只给袅袅不给泱泱，这不是厚此薄彼吗？这是家祠大寿时得的贺礼，只得一副，想多给也没有。大伯母，之前你在葛家，第一次来都城的上元节灯会吧？是。大伯母啊，这就带你到处去逛逛，前面可热闹了。咱们去那边看看吧。袅袅，走，阿兄带你看灯去。对，袅袅，走。阿父也陪你去。那我就在这儿陪军哥和三叔父了，你们几个可别走丢了啊。儿啊，嗯，走走走，快，跟阿母去看看地毯子去，快走。少主公，属下已布置妥当，若今夜有人拿与许晋中相似的灯笼，我们便立即行动。哎，那不是程校尉吗？他也与家人一起来逛灯会啊。这程四娘子今日穿的倒十分大爷。离得这么远你也认得出来？前些日子盯着程家的探子说，程三娘子举止端庄，这走起路来活蹦乱跳的，自然是程。袅袅喜欢吗？袅袅若是喜欢，阿父都给你买下来。阿父不必买，袅袅都能做。嗯，我家袅袅就是聪明。哎，看看，看看这个，哎呦，这是最新的式样。哎，哪个好啊？这个。儿啊。怎么了，阿母？来，我看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阿母，那个簪子好看。哎呀，是吗？好看啊。好看。哎呦，这两只珠钗，泱泱更喜欢哪个？大伯母替泱泱选吧，这个更清雅，适合泱泱。好，就要这只。田家酒楼为何会卖灯笼？这灯笼多少钱一盏？女工。
公子怕是第一次来上元节灯会吧？这灯笼啊，可是不卖的。若女公子想要灯笼，需解开上面的谜题才可。嗯，多谢。有何意思？答不出便自认见识浅薄，自有博学广文之人觉得有趣，便答得出。让开！何必推开别人呢？你想要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去拿就是。我想要用上那只灯笼，你去给我迎来。这个灯谜我不会，你换一个。你不去替我赢这盏灯了，我大可换个人去。楼上袁公子可解所有灯谜。这猜灯谜倒是也有些意思。什么来头？这么厉害？当然厉害了，他师从白鹿山书院黄甫先生。3年前，朝中召选天下大儒辩经时，年方18的袁公子带师辩经，名满都城。你不会连他的名号都没听说过吧？我第一次来灯会，自然不曾听说。原来是个没见识的。就是，难怪不晓得这每年的上元节就没有袁公子解不对的题。要是年年上元节都来猜谜，年年都能答得出来，这人得有多无聊。楼阳，你好歹也在白鹿山书院就读过些诗，怎么跟单家公子差那么多？看什么看？袁师兄是绝世之才，我资质平庸，自然是赢不过他。别说是我，普天下又有几个人能赢过他？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这种长他人之心、灭自己威风的德行？这袁善姐当真爱出风头。这些灯笼可要送到您府上去啊？不必了，
随便找个地方挂起来，挑着亮的。哎，袁山剑，这便是你行事不够厚道了啊！咱学院的人好不容易绞尽脑汁才想出这些谜面来，你可倒好，这一口气全给解了。难道就因为嫌弃此处不够亮堂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好歹给楼下的看客留几盏灯，现如今灯谜都没了，还让人家猜什么？是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好心赠他们一道谜吧。请问田掌柜，这楼下景深几何呀？这灯谜都被猜没了，这灯会还不得散了？无聊。诸位街坊，诸位街坊，鄙人乃田家酒楼的掌柜，适才袁公子说，之前赢下多盏灯笼，实在是扰了大家的雅兴，所以呢，特殊到新的灯谜给大家助兴。如此啊，我们酒楼也愿意填些彩头。若是谁能答出谜题，我们酒楼愿奉上一坛千里醉，以示奖赏。千里醉，袁尚健，也不知道袁尚健会出到怎样的题，是章还是赋？袁师兄出题定是别出心裁，岂是你我能猜到的？你有没有点男人志气的样？鄙人的酒楼旁有一口水井，井径二尺半，却不知其深。袁公子此谜题便是：这井口至水面深几何？这井有多深？你们量上一量，不就知道了？没错，鄙人手中呢有一柄三尺木，这位女公子可否来量上一量啊？短尺怎可测井深？这谁能答得出来啊？我来。答不出，便自认见识浅薄，自有博学广文之人觉得有趣，答得出。让开！你。立三尺木于井上，从木末望水岸，入径一尺，所以井口至水的深度是四尺半。东家可找人核验。女公子说的是一寸不差。已经找到了，
与许晋中提着相同灯笼的人，少主公猜是谁？萧世子。少主公怎么猜到的？正是他。那许晋中不过是一铁匠，莫名其妙就发达，便是我们的人也查不出他是如何晋升的。这定是因为有人掩盖了他过去的经历，他老家在冯一郡，能把他的经历抹得如此干净，定是有能力在冯一郡呼风唤雨之人。而出生在冯一郡的景深功臣，便只有雍王了。可雍王不在都城，在都城的只有他的儿子萧氏。女公子要当心啊，这本花容月貌要是跌坏了，那可得心疼死人了。多谢公子。这些原本是我的推测，但如今见到人了，便得以印证。少主公猜得分毫不差，咱们瞒下了许晋中自尽的消息，那背后之人联系不上他，又召集出手那批军械，必然会与买家亲自联系，所以咱们只需要盯住那萧世子，便可知晓背后之人到底是谁。那萧世子已然向田家酒楼去了。走。是。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求求您，快先救救我们家郡主吧！我们家郡主落水了。让开！林将军是要见死不救吗？就算将军想要撇清与我家郡主的干系，可郡主总归是汝阳王爷的独生孙女，若将军见死不救，岂不是要令老王爷晚年失孤？圣上知道了也会怪罪将军您的。追！抓住啊！
哎呦，你说这怎么办啊？你赶紧上去救救他，我也不能死呀！快来人呐！娘子，水中反泥，快来人呐！水也不深吧？来捐助，抓住啊！纠缠一点，再往那边来一点，哎，这边，对，我看看，过来一点，就差一点了。哎哎哎，看什么看？哎，都滚开，别在这看我们家郡主笑话。嘿，还不滚？嘿，哎，谁啊？谁劝的我？谁劝的我？害我们担心半天。不好了，走水了！田家酒楼的灯笼烧起来了！田家酒楼，我的心灵最……哎哎，我的脚！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不好了，烧起来了！没事就好。